哎，大海的头发又长了，老铁，今天咱们给他拽一拽啊！喜欢赶海的啊，双击加关注啊！咱们直播一会儿马上开启，感谢大家。狼鱼啊，又咬手了，我的天哪！开玩笑啊，老铁，这个是我用它来抓发财蟹的啊，发财蟹就搁这洞里边啊，咱们一会儿来，咱家老铁看一下啊。这是一个大海的猪鼻子啊，看一下，它盯着咱家老铁呢，动来动去的，好不好看？嘿嘿，不，我只是一只猪鼻子，喜欢赶海的啊。来，朋友们，在回来路上发现了一条受伤的鱼，看它的尾部已经掉了一块肉，但是它还坚强的活着。希望遇到挫折的老铁都能坚强起来啊，像这条鱼一样，生命比较顽强。喜欢户外赶海的，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，希望这条鱼活下去，感谢你们的支持。刚刚出生的小螃蟹啊，就是大闸蟹产的卵，没多长时间，就这么一点，还没有大米粒。